堪破三春景不长，丝衣顿改昔年妆。可怜绣户侯门女，独卧青灯古佛旁。贾惜春，金陵十二钗第八，宁国府中贾珍的胞妹，也是贾家四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位。父母的离世使惜春自小在荣国府贾母身边长大。在小戏骨《红楼梦》中，贾惜春是由年仅七岁的崔傲菲儿出演。大家好，我叫崔傲菲儿，今年七岁了，在《红楼梦》中演的是贾惜春，别人都叫我开心。为什么叫你开心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演过电影《我的小姨》，电影《天那边》，电影《孤儿院的婚礼》，反正很多的。那现在你们上学的时候会拍戏吗？还是说现在只是放假的时候在拍戏啊？我还没有上学呢，我才上幼儿园大班呢，我才上幼儿园大班呢。跟我们说一个惜春的台词吧。我在剧中当中大多数都没有台词，没有台词。那惜春平时演戏好不好？需不需要哥哥姐姐们也说你可能要教着你怎么演吗？不需要，他演技非常好。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，是《红楼梦》原著对惜春的描写。由于年小，惜春常爱跟着迎春、探春玩耍。在《红楼梦》第三回中的描述是，其钗环裙袄，三人皆是一样的装饰，可见三人关系之好。而戏外的小惜春也喜欢跟着姐姐们一起玩闹。我是大春，我是二春，我是四春。你明明就是小春，你明明就是小春。我是二春，你就是小春，你就是四春，这跳戏呀、啊！那咱们三春跑哪去？动飞天了！大春，我是二春，我是小春，我们是三春组合，耶！别看崔傲菲儿小小年纪稚气未脱，但其演技却是活灵活现，入木三分。老太太，宝二爷来了。三二一，宝玉走。你可以下一点。对，下一点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来试探吧。好，三，来录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老太太，宝二爷来了。啊，不要！小小年纪，有这么个好模样，还会画画，别是神仙托生的。当惜春长大懂事的时候，贾府已日趋衰败。她从三个姐姐的遭遇上，更深地感受着家庭的没落，现实的不可恋，她找不到出路，只能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尼。正所谓是前生色相总无成，不听灵歌听佛经。莫道此生沉默海，心中自有大光明。